直接因为就像爸爸一样问过你，没有，那结果要被我被彩蝶杀死。现在还不会呢？问年终要发多少？有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对。啊，我没想到这个问题。我先慢慢想到，本来没有想要发。还是要问，滚月，对啊，滚月上新产品没有经济吗？你现在连那个瑜伽服饰总共几个月了？突然四个，情趣用品跟那个海绵体，对，瑜伽服饰跟这个，对，四个。那收入有，就是现在这是全是主收入吗？四个。这是因为这个是今天才开始买的瑜伽服饰，下一个月，所以等于是原本的两个主收入吗？我觉得跟演艺都还蛮主要的。哦，就是对对对，因为像这种副业的收入，它也不是每个月，例如说是每季分红啊，或是所以它的不会是每个月固定的钱。对。你好像还蛮就是对于健康这块越来越关注，就是从身心灵就全部这样子，情绪也照顾到。对。可是为什么就是会觉得重视这一块？我觉得真的是，当然，我觉得是我就是结婚离婚之后呢，然后又生小孩之后，我觉得我好像特别对于这一块，就是特别的会想要去重视，就是健康自信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因为我就发现，就是我拍一些影片啊等等，然后就很多人私讯我，然后其实我也不觉得自己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但我发现他们就会想要分享他们遇到的问题，然后就会问我怎么办、怎么面对等等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原来其实很多女生都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或是甚至也有男生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在这方面或许我也可以去用就我的经验啊，去可以稍微帮助到大家这种感觉，嗯。让大家知道，就是其实就算你经历很多事情，你一样可以重新活得很好。对，哇，哦，坐在这个位置，大家压力很大。不会啦，有想要问行销的，他专家。对，我想一回生两回熟。对对。嗯。好，所以这是为了对啊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想要研发这个东西。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想要，其实我觉得我是最主要是因为认识到黄博士，我因为他这么专业的背景，然后才去认识到这个保健品，然后才发现，当然在中间我自己先吃了嘛，然后我是因为我真的吃了很有感受之后，才觉得哇，这东西真的很棒，所以才会觉得嗯，一定要跟博士一起共同研发，然后出这款乳铁蛋白系列的保健品这样。一般就是我们比较常接触到女性研发的保健品，不外乎是胶原蛋白，对，瘦身，对，你比较妙，就是从这一块下手。对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妙的，就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其实很简单，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用了我很有感觉啊。对，那其实应该说，其实日精彩接下来的所有产品，它里面都会有乳铁蛋白这个营养素。但是接下来我们也像我们的下一个产品就是减脂，减内脏脂肪，但是它一样里面有乳铁蛋白，因为乳铁蛋白它其实功用太多了，所以它可以针对每一个你再去研发不同的产品。它只是比较不红这个成分，但我觉得希望可以透过我就是让大家知道。对啊，就是策略讲。我负责什么？我负责在宝兴跟彩缇这边的日精彩协助做短影音的行销。对，因为现在自媒体时代，从以前的 FBIG、YouTube， 那到现在大家其实专注度可能是一分钟左右，那我们就一分钟去传达一个重要的资讯给到观众。对，那就像刚刚记者朋友提到说，哎，可能美白或瘦身胶原蛋白，其实这种热门的商品，嗯，但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可以推广乳铁蛋白去造福社会，所以没有特别挑，可能容易大卖的，就是好卖的，对对对对。对，
就是真的想要帮助，有点像回馈社会那种感觉。所以不然的话，如果要赚钱，真的会挑好卖的。对，但是因为到现在，就是年纪也慢慢大了，就是真的会想要做一些帮助大家的事情。因为身边就是家人朋友啊，然后有的可能生病，或者我家人也很老，我又有小孩，然后前阵子我狗狗又走了，然后就觉得就很想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到不同的人。对，但乳铁蛋白其实也只是没有那么 popular， 但大家体验过，基本上的回购率应该是会蛮高的。对 对, 对，所以我是很有信心。所以两位虽然是事业有成的，我也想过什么时候成家。没有有成好吗？事业有啊，赚翻了，年终要分发多少？他们现在讲一下。有没有想过 ？OK， 海南自己的部分问他，因为海南自己主要是老板是他，其实我是一个投资者。海南自己，我们努力。努力，对，因为现在我们又要拓加盟，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中央厨房，为了控管所有的食物的品质，能统一品质，对，所以目前今年可能没有太大的盈余可以发给大家。对，现在而且现在餐饮食材成本、人事成本一直涨，所以也是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嗯，真的。所以是明年的意思吗？你说明年什么？明年希望拓展分店跟哦，对对对对，不要走进他的坑里。明年什么？拓展分店，对，是吗？明年对。那两位，你有想法吗？因为他觉得顺其自然。我有想法吗？就是。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想法，但是毕竟他还是我们全民的那个情感教主，所以我要先过他那一关。对，因为老实说，彩提他的无论他的情商或他的感情观或者是价值观，其实是非常的成熟。对，我遇过所有女生来说，他非常的成熟，那所以我自己要更加努力。有没有觉得彩提哪一点是哪一点感情观，或是生活一些小举动啊，很贴心，然后很成熟？所以你遇过几个女生，我比较想知道。等一下，这里单独留三十分钟吧。你回答这一题就好了啦。这一题回答就不能回家了。他总是给我一种很成熟的那种。讲不出别的，懂我懂了，讲不出贴心。我怕说错话回家被算盘。讲不出贴心的部分了。对，就是很成熟，然后很善解人意。对，他不会跟你有任何的情绪化的字眼，他不会跟你闹脾气。对，但也相对的也不太会撒娇。对。所以过去的恋爱脑已经完全就根除了。我觉得跟我现在好像差几乎是相反。几乎是相反，两个那种感情的那种女人的样子，就不会再有恋爱滤镜，然后觉得对方什么都好这样。完全没有哎、欸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变得比较理性，然后像他说的也变得不会撒娇，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。像以前我就是很小女人的那一种，对啊。是没有求婚的关系，还是有在计划，还是已经买戒指，还是要努力的、啊。要努力，我们就希望日精彩大卖。对，彩迪都会拍那些感情观影片，大概都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从我的经验，就没有参考其他什么，或是朋友身上。参考其他，我的经验不只是说交男朋友，例如说，对，也是听很多朋友的分享，对啊，然后看到很多，例如说周遭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去看人的经验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最主要是这个，身边朋友互相分享。对啊，对啊，嗯嗯嗯。彩提的短影 IP 在我们公司里面算是他自己一个人写脚本的，对，他自己会主动的提出一些主题方向，对。对，因为这是观点的东西嘛，所以我就一定是要我产出的内容，才是我。可是一起共事的话，不是很容易会有摩擦啊？这样理念不同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争执，会吗？会，多少还是会。会。那怎么办？直接点头。直接点头啊！对，所以我那时候都一直说，真的，情侣真的不要一起工作。嗯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是我的问题，我比较公私不分明，我其实我老实说，我比较没办法，例如说真的对另一半。
在很公事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板着一张脸或什么，我心里其实会有点不舒服，这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，我觉得我自己公司没办法很分明，所以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真的很烦，有时候就会吵架，切换角色，我就没办法那么切换了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蛮感性的一个人，毕竟我以前是从恋爱脑过来的，所以我还是有一点恋爱脑的底子，所以我没办法很切换，说我工作的时候可以跟你，你就可以对我，比如说他就可以对我态度很严肃，我就会觉得是怎样。那吵架的时候怎么办？没有，我都永远第一个低头。对，对，这是他的好处，就是他。真的，他都是永远低头的那一个。嗯，真的。隔夜吗？不可能，好，几乎没有，马上，一秒都不能隔。就等于是，如果就比如说今天另一半做错事，是不忍心去骂他，工作上，就不忍心，就是怕他会难过之类的。工作上不会，我会这样，会直接开骂这样。也不会开骂，我还好，因为。通常是因为他工作很认真，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找不太到地方骂他工作的地方，只有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，所以说他要觉得要那样做法更好，但我觉得我的节奏是这样等等这种才会吵架。对，但我们不会那种破口大骂那种，理性沟通。对对对对，嗯，因为不可以吵架。我吵不赢他，所以永远都要先低头。对，男人就是要永远就是我能撑比较久。如果我们吵架，可能冷战，我能忍比较久。示范一下低头的方式。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？会说什么？要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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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么仔细吗？来一下。是怎样？我有点忘了。有点忘。教一下大家。对，你可以教一下。低头没有，就是害羞。对，他其实还蛮有包袱的。对，还是装可爱的。他其实好像比较是装可爱，打破也不会。我就说好，对不起嘛。撒娇。对，他说好，宝贝，不要生气了。他是撒娇类型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加上他比我小啦，年纪，所以可能真的会有先入为主那种观念，觉得他是个。弟弟，所以谢谢你的让着我。那彩蒂以前是小女人，现在有没有觉得好像长大成大女人？变女王了吗？对啊，会吗？因为可能以前都是被对方的情绪给影响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在感情中会比较有一点，就是讲可能就是好去互相好控制一点，就比较不会被对方情绪所带走。对。比较不会被对方情绪所带走，没错，但其实还是会，只是说现在的我觉得我比较能控制。对，以前是被对方情绪带走，到我自己的情绪可能一下子被牵动，就很容易起起伏伏。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可以控制这个起起伏伏，但你说对方有些事情还是会影响到我，但是我觉得我能控制说，就是我会马上告诉自己说，就是不能这样想，或是不行，我要马上对对方可能没那意思，就会觉得不行，我现在要把那个专心放在自己身上，不然这样子我太容易被带着走了。我会自己有一个对，会自己有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，然后就会比较好。对，我没有要补充的。对，我想说你在笑，你在笑啥？这两人算是也是以可能未来会想要进入到婚姻为前提交往。毕竟我觉得我的立场比较不同，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婚姻嘛，所以我一定第二就是婚姻后的恋爱，我一定不可能就像以前就是以结婚为前提这样的想法。但他应该会有，因为我觉得感觉他这个年纪就会差不多会有这个想法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帮我回答？没有，因为我想说你对每一个女朋友应该都会。我想说我要回答，那你顺其自然就好。不一样吗？对啊，但终究感情嘛，两个人还是会想要走到未来有家庭，然后有小孩，然后毕竟我们之前又一起养狗狗，那其实那对那一种感觉是跟两个人交往是不一样的，对，会有彼此的一个重心，然后一起努力的一个目标方向，然后想要一起照顾的对象，其实这种感觉还是蛮美好的，对，刚有提到，就是你有说之前有那个自律神经失调，那个时候是出现什么样的症状？
那时候出现，其实那时候就是刚好在我那个搬出去离婚，然后搬回家那一阵子，对啊，然后就有手抖啊，手很抖，然后好像半边脸就是麻掉，对，然后睡不好等等，然后去检查，医生就说我自律神经失调，伴随着失眠，就睡眠障碍。过了多久才好啊？可能有快一年吧，也没有到好，就是后面就慢慢的减缓了。所以真的健康很重要，像那个时候，你就会什么事情都很难去完成，因为当你有了生病之后，你的情绪也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对，然后整个人又很低落，所以那时候的工作，我记得真的也没有什么心思在工作上面，就一直在家里。但现在应该就是这些症状都已经对离你而去。现在就是偶尔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睡眠不好，对，那就现代人的那种对现代病，没有可能在演你的小剧场吧。对，焦虑，因为现在又做很多事情啊，每次有东西没有完成，我就很焦虑，睡不着。对，例如说，假设瑜伽服可能是，例如说什么时候要上线，其实前面例如说还有一堆事情还没弄好，就会觉得天哪，怎么办那种感觉。那你现在状态这么好，应该还是会有其他追求者吧？就虽然大家知道你有另一半，但是是不是还是会有人释出一些？善意吗？看看试探，看看你有没有？你看我干嘛？有没有机会？关我什么事？有没有机会动摇？自己好好回答。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从以前到现在一定都会有追求者。对，我觉得不管是我，他也会有啊，身边也会有女生，然后又加上我们的工作，就很容易遇到一些形形色色不同的人。对，但是我觉得现在都还好啦，对啊，因为也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例如说会喜欢出去玩啊，或是跟大家一直聊天，所以现在其实大家要深入，例如说我要认识新朋友，或是要深入了解我，其实都不太容易，对啊。你自己边界感应该也都抓得很严格吧？我觉得我有自己的分寸，我不能说我边界感真的抓得很严。但有分寸，我会有个分寸，对，我会知道说，这个是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这样子，对。你怕吗？怕被追走？其实就像彩提常跟我讲的，就是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就得承担这些。但是，是我这样讲。对对对对，但就是确实就是如同彩提说的，那肯定。全民的情感教主肯定会有很多的追求者，对，那但是就是因为毕竟我们也在一起两年多快三年，其实彼此的信任感跟安全感是很足够的，对，因为彩提老实讲他真的很宅，对对对，他现在也不会去什么夜生活，所以其实对，我觉得我宅到让人很放心啦，老实说，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应酬或是交际啊什么的，我还蛮少的，我是很少，除非真的是要好朋友约我的，基本上我才会去。有设定位吗？定位？手机的定位？没有，要看对方。不可能，不用设定位，这个我觉得不行哎。看对方，从头柜抽屉放多少钱？看对方手机，最近好像抽完了，多少还是会看一下的，会看一下，会偶尔看一下，对。是哦，你有看哦？有啊。是哦，我都不知道。最好是哎，最好是哎，对啊。会偶尔看一下。你知道他手机密码吗？我知道他的，但他不知道我的。为什么不知道他的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就一直没换呐。我是不定时就会换一下。那你会检查吗？他还是我，没有，他有没有检查你的？哦，因为我没什么好检查的，对，就是无聊，但不会很常，是很少很少很少的那一种，对。因为现在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聊天，对，我老实说，我跟好朋友一天讲话可能也不超过5句话，对，所以现在真的我们双方都是
几乎每天都是醒来就工作，然后睡前到睡觉，对，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对不起他，就是可能没有安排太多可能浪漫的约会啊，然后或者节日去庆祝等等的，对。那你接下来会不会？哇，有没有安排要出国去哪里玩？最近吗？他七夕有什么表示啊？对啊。哦，完全没有，七夕我在工作。还是他只有准备中元普渡。有可能对。七夕没有表示啊。然后说接下来之后再。这么平淡。还是要普渡，请真买普渡的东西。没有，他提前还跟我说哦。对不起，什么宝贝，抱歉，什么七夕我没有准备哦，因为前面刚好就已经是我生日了，我还想说啊，算了，不要再勉强他了。所以你生日有勉强他什么？好像也没有哎、啊。体力方面，喂啊，有啦有啦，生日他这次有比较那个上道一点，有上道，对，怎么上道？分享一下。其实但也很无聊哎，怎么办？啊就只是买有的买那个花永生花、哦，然后有准备礼物。永生花就这样。永生花我们算过多少钱？什么礼物？对啊，因为彩婷很喜欢花，那以前送她鲜花，她都会凋萎的时候，她会比较难过一点。对，那她也有在一集她的短音讲说，男生不要只会送花。对，那 OK， 我就有学起来，因为我就默默看着他的短影。你会看哦？会啊，在学习，因为有时候可能在骂我。对他可能就是讲说我朋友这样，但可能那是我。对，所以我要去了解一下。对，所以礼物是什么？我们要知道有没有诚意这样子。对啊，永生花是用钱做的吗？对啊，不是永生花是花吗？它是礼物啊，礼物啊。哦，永生花，然后刚好他今年的岁数的朵数，对，然后因为又有一个展示柜可以放在电视旁边，所以算是可以比较漂亮的，对，装饰这样，对。只有花，不知道，没有花，所以没有礼物。就是永生花，有礼物，有礼物，有礼物、啊、是什么东西？礼物是那个，就是一个精品嘛，皮夹，因为刚好皮夹，因为我也用很久了，所以对，因为他会比较在意说，平常有没有关注他需要什么？哦、对对，因为彩婷也不是乱花钱的人，所以他希望我去观察他。因为我以前生日他都是带我出国，每一次都是，哎、其实也没几次啊，就但我就会希望没有了，因为我们也才对啊，可是例如说或是节日，对，那我这次就有特别跟他说，这次你要挑礼物给我，因为我想要看他到底会观察到我需要什么，他会送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我觉得我不是要他送贵的，但是我要看到他有没有关注到我。我平常可能有稍微跟你讲到我缺这个，或是我喜欢哪一个，但是我舍不得买，就有点难搞，你知道，女生。嗯嗯嗯。所以经济部分就是你负责你的，他负责他，会干涉对方的经济。经济哦，好像还蛮。是勾大学吗？出门啊？对。就是也没有很，就互相也没有很 A， 对，互相就是就互相轮流之类的。对，有时候他请，有时候我请。對對對對，那当然他请的次数还是会比较多了。我请小的，他数大，没有了。对，但是九九才一次大。对对对，就是轮流。你根本是恋爱课。对成功的情侣来讲，恋爱讲座，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第一次哎，下次要访问，喝两杯威士忌好吗？然后你不能够胡言乱，对，胡言也是彩婷第一次啊，第一次两个同框，对啊，是第一次一起访吗？对啊，之前海南基本没有一起，没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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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共什么？就是我一个人，所以海南基，哎，那回事，被喝湿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么冷气不够强啊！要是跟你，要是跟你在一起之后太幸福，就好像有大家都有发现，有有，当然他也认不出来，差点认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不要管人家，真的真的有差有差。刚一过来说，十公斤，在哪里？我就找不到十公斤哎，十公斤，我刚开始在一起到现在，对啊，对吧？发生什么事？
幸福幸福。他说这样比较有像那个文仲创业老板的样子。跟算命的时候，他嫁给一个胖子肉肉的男生，他就自从他为爱分，蛮可爱。师徒是说你吗？不是，我也是啊。有那一次算命，因为大家都说那算命很准，他就说我会嫁给一个胖胖的男生。那时候他瘦的，他还说，他说你会嫁给一个胖胖的男生是谁？然后结果后来两年后，我朋友就说，哎、欸，下一步就准备求婚了，好吗？有，那我要先突破一百，对，先突破。哇，一百，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哎、欸，现在八十八。八十八，数字很吉利啊！吉利的话，不要再放下去了吧？对，再来就应该极限了吧？九十差不多了啦。OK 啦，漂亮。哎，我是为了他下一款产品减脂。哦，那如果是，所以这你今天那个这个有帮助消除内脏脂肪？没有，他这个是比较健康的。对，今天这个算是五合一，我们下一款才是减内脏脂肪。记得要介绍内脏。一定会，因为那天，而且是真的很厉害。医生帮我照超音波说，哎、欸，快要看不到你的肝了。喂，好的，脂肪肝啊，脂肪肝啊，好惨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消啊。左边，好。